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and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maybe sing with me. A la peaceful melody. It's y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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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d. 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新上场的九号女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周雨薇，来自河南郑州，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所以呢性格比较男孩子气，但是呢我也有女生可爱温柔的一面，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位成熟稳重会照顾人的人。哦，女足的，你是女足的，是省队还是？曾经是河南省队的。河南省队踢哪个位置？后腰。后腰就，我就知道，我就想问他，你知道后腰在哪儿吗？后腰就是后卫嘛，是不是？后腰不是后卫吗？我也不知道，后腰在哪儿？跟他说。后腰就是后卫前面那一个。中场往后缩一点那个位置，对吧？啊。喜欢踢足球，来，23号。足球运动员23。我以前也是踢足球的。你知道这事儿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脸部的肌肉线条应该离运动稍微近一点。脸部的那个线条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做运动的？如果是，就是说这跟肌肉类型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如果是一个女运动员的话，这个脸部的肌肉线条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脸部的肌肉一看就是围棋运动员是吧？你一看就是俱乐部。你知道他为什么后来退役吗？可能是因为伤病吧。我告诉你，完全不是，他身体无比的健康，是因为他长得实在太美了。他是中国踢足球的女子运动员当中最美的。他每次参加比赛，对面的那些他们的对手哦，一看到他就心生无比的嫉妒，就要把他们队给撕裂。后来他的队友说，都长得这么美，对我们队的成绩没有任何帮助，你还是退掉算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故事。啊，那如果他要是生了一个小男孩的话，那就是。你老做这个，你说到23号生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情？这是你的愿望是吧？23号。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么喜欢足球，我也挺喜欢的，但是你未来的孩子，以后的小孩子，你也要学体育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一定要看孩子个人的爱好和取向。然后我只是从父母的角度，希望他能有一个运动的天赋，离体育更近一点而已。哦，好，谢谢。我从他话里听出来，他还是想让孩子从事体育，有那个意思。但我感觉你就不希望下一代再搞运动了，是吧？对，因为太累太苦了，我不希望他那样。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有请5号、6号。现在我们来看陈刚的心动女生是23号，周雨薇。关系的异性都有一种特殊的嗅觉，你
他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足球运动员。哦，对。就这么一二十四个女孩，他就选中了，啊？因为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主要我觉得我从后台看到他的小腿跟一般人的小腿不一样。对，他腿比较粗嘛，就这个意思。不是，就是说，如果是足球运动员的腿的话，就是小腿肌肉特别明显，腱子肉特别发达。就是说你的小腿的腿肚子，如果占膝关节到跟腱部位这个小腿总长的二分之一的话，那你的速度和爆发力就会比较好。你是在选女朋友还是球队招球员？是我就是我。你觉得这个话是对他无上的赞美是吧？不是，我就是有一个初步判断而已。我觉得小薇同学可能已经痛苦万分了，被你这个话讲。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她跟足球有多大关系？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两个人的。哎，这个对，反正他也不糊涂，他也不会跟女孩交往的时候才一见面夸人女孩，哎呀，你长得真好，特别有爆发力。这也不是夸人啊，对女孩来说。来看看大屏幕，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你选一项继续了解。我选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来看看三个女孩最不能忍受什么。五号，讨厌小气、小心眼、打女人、斤斤计较、乱下定义的男生。23号，讨厌懦弱、没有事业心、不能给人安全感的男生。6号，懒散是唯一不能容忍的缺点。啊，好，来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继续了解。我想说，就是说，我的下一代踢不踢足球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我想。就说还在纠结这个，然后如果说是，但是我希望他就说对我足球喜欢足球这事儿是不是理解，能不能就说理解和支持我的这个爱好和梦想。好吧，你们听明白了吗？我也没听明白，但是我就假装听明白了吧。足球我其实不是特别懂，但是我对一切东西都很感兴趣。那如果我喜欢的人喜欢的话，我也会爱屋及乌，去尝试喜欢一样我从来没有接触的东西。23号，他喜欢足球，那让他自己喜欢去。他喜欢足球的话，那是他的事情，因为不管。你看，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嘛，要喜欢你自己喜欢去。6号，你去踢足球，我可以去打羽毛球。各玩各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你要坚持选择你的女足姑娘，有可能被拒绝，你独自离开。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你的决定是？我可以选择放弃吧。可以。看来你是因为对足球这事儿实在没有办法达成你的那个愿望，感到失望了是吧？是，我觉得。足球放在一边，就是从个人的性情上来讲，我觉得三个女孩子可能跟我都不是太适合。我也发现了，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个五号上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六号他要上地铁球，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y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I won't